没有，下楼去卖东西，给你啊，桌面。我们要买这个，不要买这个，因为这个面比较弹，比较 Q， 也比较好咬，比较好吃，可是比较贵，可是没关系。好，毕竟买完了，然后我们要回家住了东西。各位老板，现在我们买完东西了，看1636块，本来要到3000多，这个人疯了。自己买的东西，我们现在回家煮这个东西。嗨，你好，我们已经回家了，我们要开始做意大利奶油培根面。Hello， 这些是我们的煮饭用的材料。首先，这个是奶油。这放在面里面的，这起司，那给面有味道。这是我们的培根，当面很好吃。这就是蛋黄，这是主要的面，和一些加味道的东西，黑胡椒，还有这个橄榄油。好，你好，我们需要滚水，还有炒培根。第一次要，我们现在要加火，现在要加一点油。我们现在要炒那个培根，所以要滚那个油。现在放那个培根里面。现在要加一些奶油在那个蛋里面，还要加这个 cheese 里面。大家好，我叫 Kenry， 我已经等了一个小时，等我的朋友煮意大利面给我吃。这个意大利面看起来又香又好吃，比较大份，
可是我很饿了，所以我一定把它吃完。好吃吧？嗯，这个意大利面有很多 cheese， 很像。你以后还要不要我们两个煮给你吃？这就要看你下次煮了一样更好吃了。